欢迎大家来到 MIHKTV 的涉到空虚的网台血泪史。老郭呢就因为早排就放了假就出了去旅行，暂时呢就没有录到这个节目，不代表呢就因为节目就没了，只不过 take a break， 充下电回来就跟大家讲回回顾回过去十几年之内即是营运这个 MIHKTV 的这个节目里面的这个网台里面的运作，一啲嘅當時嘅一啲嘅回憶，同埋一啲嘅有趣嘅一啲嘅故事啊，同埋或者營運上面嘅創作上面嘅心得，同各位網友去分享嘅。咁啊，啱啱咧就翻咗嚟啦，咁啊去到溫哥華啦，咁啊手足咧就即刻咧就幫我同阿偉哥咧就喺曼谷啊，咁啊拍嗰輯嘅老我曼谷講鬼故，就 upload 上呢一個嘅 YouTube 嘅呢一個嘅第一台。咁啊唔知各位老友記咧就睇咗未啦？咁啊 ，so far 嚟講咧，就都普遍反應就好正面。咁啊，個個咧就拍曬手掌，又話即係可以去到實地啊，去講鬼故啊。咁啊，講得好有趣啊，生動啊。咁啊，同埋啲資料又好充足啊，咁樣。咁啊，我有時咧，即係覺得咧，即係無心插柳柳成蔭。暫時嚟講咧，以 MHK 裏面咧最受廣受大家網友歡迎嘅一啲嘅節目咧，咁最 top viewing 嘅咧，通常都係香港奇案啊。又或者是这个老哥讲鬼故。有时我们的政治论政节目，当然 Morning Glory 都是普遍有两万几三万人听啦，这样。但是随着即政治气候，大家可能就冷却一点，没那么敏感，又或者哎呀我真的最讨厌政治了，不要给那么多政治我听。我在香港已经很惨了，你不要再 reinforce 香港有几惨了。就很多朋友呢即对这些节目呢可能就是没有以前那么雀跃。咁但係長青啊、永久都受歡迎嘅一啲嘅節目咧，咁啊即係鬼故啊，或者近排我喺第三台推出嘅依一個嘅營運首期啊，世界未著名未破嘅依一啲嘅懸案啊，都好受咧，就大家咧就欣賞啊，同埋咧就係高度支持嘅。咁有時諗緊，唉，老王係咪應該一早即係唔好搞咁多呢啲嘅政治評論節目啊，又或者發泄式嘅時事評論節目啊，講多啲鬼故係嘛，發掘多啲嘅奇案係嘛，世界裏面嗰啲嘅不解之謎啊 ，UFO 啊嚇，咩尼斯湖水怪啊，都市傳說啊，講多啲咁啊，大家就最中意聽咧咁樣。咁我都好明白嘅，即係呢啲嚇對人類一啲嘅解釋唔到嘅一啲嘅問題啊，或者了解。坊間裏面一啲嘅人性一啲嘅醜惡啊，又或者以獵奇式嘅一啲嘅形式去了解各地嘅一啲嘅唔同嘅都市傳說啊，可以你既可以即係增加大家嘅一個嘅見識，增進一啲嘅歷史或者係一啲知識嘅一啲嘅見聞，咁同埋大家對鬼神啊、超自然現象咧，咁呢一方面咧都一定程度上抱有好大嘅一個嘅好奇心啊，咁所以呢啲嘅節目咧可以講咧就係歷久不衰，大家咧就算無論嚇邊個人都講過類似嘅 topic 啊，但係呢個人講下又聽下老哥啊，又或者其他啲網友啊，或者係網紅啊，或者 YouTuber 啊，佢哋點樣去睇呢件事件咧，或者有啲新嘅一啲嘅 angle 咧，都可以俾到人咧就有一啲嘅新嘅一啲嘅啟發同埋一個嘅觀賞嘅呢一個嘅價值。咁其實我當我營運呢一個嘅低俗頻道啊，甚或者初期嘅呢一個 MHKTV 咧，我就深深明白到啊，講鬼故又或者懸案咧，就的而且確咧就係可以咧就係引致好多嘅朋友網友或者對 MHK 唔呢一個嘅瞭解嘅網友咧，都會傾入嚟去呢一個嘅睇睇嘅。咁我其實喺呢一方面裏面咧，我就加入咗好多嘅一啲嘅新血啦，又或者喺個網台上面都好多有一定程度知名度啊，或者講鬼故嘅一啲嘅主持人咧，喺加盟 MHKTV 咧就係講呢啲嘅故事啊咁樣。咁但係咧，即係到最後咧，我真係有一啲都幾唔明嘅，就係我好大力抌好多嘅資源，發掘唔同嘅題材，希望唔同嘅人都可以即係參與我哋嘅頻道啊，我哋嘅 platform 啊，去講下鬼故啊，講啲靈異故事。咁但係到最後，竟然以老我即係自己粉墨登場，即係自己去揸裝我自己監製主持資料搜集。一腳踢嘅呢啲嘅節目咧，係只係做得咧就係廣受嘅網友嘅依一個嘅歡迎同埋依一個支持。咁啊，正中無心插柳柳成蔭，係嘛？估唔到自己就係我自己個台裏邊講鬼故或者係講奇案咧最受歡迎嘅一個嘅人物，係嘛？咁呢啲只係都係老惡咧就始料不及嘅。咁但係我都可以睇今集裏邊咧，仲同回顧下我曾經同啲咩人合作過啊？
咁啊，而點解嚇？即係佢哋可能就大家冇咁嚇，即係受一個嘅網友嘅一個嘅歡迎啊，又或者點解老王嚇就講鬼故講奇案就特別就會有一個嘅追捧嘅一個嘅情況咧？咁可能咧就依一集裏邊咧，我都嘥少時間咧，我就花一啲嘅心機去諗一諗下，回顧翻點解會有一個咁嘅情況會出現啦。咁啊，當然嚇，即係大家都知道啦。MHK 首次咧啊涉獵咧就係講鬼故嘅咧，就係當然就喺大院有落嗰陣時咧。我就曾經講過中西區啊，同埋灣仔區嘅一啲嘅鬼故事。咁嗰時嘅大院又出咗嚟之後，就廣受網友嘅依一個嘅歡迎，咁啊亦都反應嘅就非常之佳。咁啊當時咧就我就捉咗阿跛佬先啦，咁啊就叫佢做依一個嘅黑人夜話嘅依一個嘅節目嘅依一個嘅主持。咁我呢個之前嘅集數我都有講過。咁喺依一個嘅節目裏邊，當時我就已經係設計到講真老先咧，即係講嘢甩甩咳咳咁啊，即係。屌你老味閪，唔夠電力啊！好似啲性能力低咁樣，扯嚟扯去都扯唔起，又唔撚到正題，其實都幾撚悶嘅。咁所以令到成件事即係要有一個嘅追捧性啊、觀看性，咁啊梗係要加靚女啦。咁所以當時就加咗觀音落去。咁而我亦都粉墨登場，去唔同嘅地點裏面就係講下一啲嘅都市傳說。咁啊，正宗嘅區區有鬼故。咁而依一個嘅 idea 咧，到後尾咧，亦都俾 TVB 咧就係執撚咗我哋口水尾咧。佢哋設計咗一個叫做《區區有鬼故》嘅依一個節目，擺撚到明抄你哋呢個網台節目嘅，你吹冰崩咩咁撚樣？咁當時嘅依一個嘅仙人夜話咧，的而且確咧，最網台界裏邊咧就都幾大嘅 impact， 同埋即係會有好多嘅觀眾嘅一個嘅迴響。因為同一般嚇，即係網台裏邊講鬼故嘅節目，譬如阿潘聰啊、阿 Jam 啊，咁佢哋嗰啲嘅做法就好唔同嘅，因為佢哋通常就係、是。阿潘聰嘅做法就做恐怖接線生，係嘛？即係坐喺度等你打電話上嚟，就屌你咩自己爆料，咁然後佢就評論下。咁阿 Jam 咧，亦都有曬有介事咧，就會講鬼故。咁但係鮮有咧，就係、是、以香港嘅依一個嘅都市傳說啦，香港嘅一個嘅歷史啦，香港嘅一啲嘅典故啦，去做一個嘅出發點。咁聽起上嚟，香港嘅網友或者係喺海外裏面嘅香港人嘅朋友咧，又特別又有依一個嘅共鳴感，又好似發生喺自己側邊。我唔會無厘頭嚇講依一個無理求思嘅依一個嘅嚇巫師，然後點樣落一啲嘅嚇咒語，令到死人翻生咁啊，就好似好撚 remote 咁啊，無理求思喺邊撚度？你揦撚住個地圖，你都篤唔撚到嘅啫。咁啊，即係冇咗嗰種共鳴啊，同埋大家咧就好似喺總有一直喺阻緊嘅依一個嘅情況。咁啊，講起上嚟有出埋外景，咁啊當然就好受依一個嘅歡迎啦。咁當然即係之後隨住老我覺得嚇，即係阿跛佬先側邊實在太多依啲嘅機哥嘅依啲嘅網友喺度指指點點啊，即係依一個嘅俾意見。阿跛佬亦都係嚇，即係好撚注重佢自己嘅依啲嘅睇法。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我亦都唔想再參與即係好似即係我 dictate 佢哋，又或者我 ban 咗佢哋一啲嘅意見。佢哋又好唔開心，咁啊有見及此，咁啊當時我就係公然身退，咁啊交個節目俾你哋，你中意點玩就點玩，係嘛？即係我就少咗參與，咁而當時嘅觀音亦都因為人形河馬邵善軒事件，咁亦都退出咗依一個嘅仙人夜話咁所以咧我亦都係後屘咧就離開咗依一個嘅製作亦都係冇監製到依一個嘅節目嘅，咁但係當然。如果大家有睇翻之前同之後嘅依一個嘅仙人夜話冇咗老惡嘅依一個嘅監製嘅依一個時候咧，嗰、那個節目上面嘅依一個嘅對比啊，會係點樣？咁啊，特別係依一個節目裏面，我亦都加入咗當時一個嘅廣播劇嘅依一個嘅形式，咁啊參考以前聽收音機講鬼故咁啊，起碼可以天馬行空創作一啲嘅鬼故事。咁啊，當時亦都亦都有網友交稿啦，係嘛？咁啊，亦都我哋將嘅稿咧就係 visualize 咗，同埋聲音。加咗聲音嘅一個嘅演繹，將網友嘅一啲嘅鬼故嘅鬼形鬼聲咁出嚟，咁可以講咧，當時我係創造一個嘅本地鬼故漫畫式嘅網台，或者係一個嘅廣播式嘅一個嘅小説式嘅一個節目，咁啊嚟做出，咁啊當然就好受歡迎。咁其實主要嘅一樣嘢即係鬼故即係千篇一律留低咗喺度就咁耐，而最緊要嘅一個嘅做法就係你點樣可以加入一個新鮮嘅元素。材料就喺度啦，大家都係咁樣主批送出嚟噶。原來你就好似黑白大廚咁樣，花咗心思，花咗創意，係嘛？咁啊，或者加咗一啲嘅個人嘅一啲嘅風格。咁依一個嘅講鬼故嘅依個節目咧，就只此一家，咁一定要做到咁樣咧 ，otherwise 你就冇辦法一直突圍而出嘅。咁啊，當時咧，即係我就有一個嘅諗法嘅。其實 MHK 依一個嘅平台咧，就希望可以咧，就係作為一個 platform。
就俾好多人咧就去試嚇，即係自己去演繹啊，自己去做一個節目出嚟，咁而睇下可唔可以啊，即係憑佢自己嘅奇才啊，又或者佢自己嘅天賦啊，突圍而出，咁啊可以實驗下好多唔同嘅新嘅一啲嘅主持人出嚟啊，唔好來去都係嗰幾個啊，多啲嘅呢啲嘅 talent，多啲嘅一啲嘅人去參與嚇，即係然後佢哋可能佢一啲話我都睇唔到嘅特質。又或者佢哋自己啊爆肚，又或者佢自己一个独特嘅一个嘅方法讲一个嘅故事咧，就系特别咧，就系令到一啲嘅网友咧就系杀出一条血路嘅。咁啊，但系好可惜啦，咁即系 so far 嚟计咧，即系并唔系咁捻多嘅奇才，亦都唔系个个咧都有好一个嘅心啊，可以即系做好佢呢一个节目。咁所以咧，整体嚟讲咧，so far 咧都就算攞。抌咗幾多嘅心機落去，栽培咗幾多嘅人啊，或者佢哋點樣去付出佢哋嘅努力落去咧，似乎都係咧就係事半功倍啊，事倍功半，咁啊唔係做出我哋所有嘅呢一個嘅理想嘅呢一個嘅成績，咁啊甚至無咧，我哋揾一啲嘅成名嘅呢啲嘅人物啊，譬如一啲嘅喺網台界裏邊咧，好多人會熟悉嘅人去講鬼故咧，都係唔知點解咧，硬係嗰啲嘅收視咧都係麻麻地嚇，即係唔係話即係特別咧就係標青嘅。不過嗰陣時咧，我哋曾經亦都咧就揾過一位喺講鬼故裏邊啊，又或者喺潘聰個節目裏邊啊，好多網友都認識佢嘅猛鬼 N 啦，N 姐咧就係做一個叫做猛鬼頻道嘅呢一個節目，咁佢亦都個人嚟講有好多撞鬼嘅一個經驗啦。咁啊，當時佢亦都揾咗一個嘅拍檔潘發光師傅上嚟呢一個嘅個台裏邊咧，就同佢做一個叫猛鬼頻道嘅呢一個嘅節目。咁但系當時佢哋嘅呢個形式咧，好多時候咧都係請啲嘉賓咧就嚟分享嘅呢啲嘅鬼故。咁啊嗱，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咧我就了解到咧，如果你請嘉賓上嚟分享鬼故咧，就好容易咧就犯咗一個嘅好大嘅一個嘅問題。因為當你個嘉賓講個鬼故，就算係100%，哇，兼啪啪180%、200%都係真人真事，哇！屌你咪而家只鬼仲跟緊我上嚟嘅網台做節目啊，咁樣係嘛？又或者講撚到即係，哇！一鬼講咗我30幾年啊，跟撚到由細跟撚到個腦啊，咁即係講到似層層啊，都係咁。但係最緊要嘅一個問題，呢個分享經驗嘅一個嘅嘉賓咧，可能咧好大部分嘅程度嘅時候咧，就係未必啊。即係講古仔又好，或者係説話嘅呢一個嘅技巧咧，係可以令到網友聽得津津入味嘅。冇抑揚頓挫啦，起承轉合啦，事件裏邊講到吞吞吐吐啦，屌你老味，係嘛？拖牛上樹啦，即係又冇聲冇氣冇感情啦。再加上好多嘅時候，可能啲嘉賓嘅樣貌咧，真係只不過異議係嘛？即係屌你老味拎落街係嘛？屌你老味撈隔夜貓。隔夜撈隔夜飯，啲貓都唔撚食，咁樣唔撚開胃啊，聲色唔撚掂。咁如果你擺佢上嚟，佢講古仔咧，其實就揼緊波鐘，又或者喺講起上嚟就係好撚嚇，即係節目都差唔多去到一半啦，幾隻鬼出現未啊？你都未講到，咁就好容易有呢一個嘅情況會出現。咁然後咧就令到你聽起上嚟嘅時咧就係冇撚嚇呢一個嘅人頭。咁啊，隨住時間嘅呢一個嘅改變咧，咁我諗好多嘅網友咧，其實聽得咁撚多嘅資訊啦，好多時候咧，佢都希望可以crispy 快靚正係嘛，即刻入正題，唔好拖。咁仲更有甚者咧，有時請啲嘉賓上嚟咧講嗰啲嘅古仔咧，屌你老味，一聽就知你冚家產創作鬼故啦，係嘛？即係冇成真嘅係嘛？前後矛盾又有呢一個嘅冚家產嘅呢一個嘅矛呢一個嘅唔對位置啊，或者係呢一個嘅好明顯就即係老作嘅呢一個嘅成分，咁啊更加咧就喺令到個古仔聽起上嚟嘅時候咧。哦，咁樣就欠缺咗呢一個嘅真實性。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一個形式係請嘉賓上嚟分享鬼故咧，似乎咧有好多嘅時候咧都係威閪多過威嘅。咁啊，我覺得如果比較會好啲嘅咧，就係會請一啲嘅可能從事一啲某一啲嘅行業啊，又或者佢哋分享一啲嘅經驗啊。咁但係亦都係好局限咧，就係呢個人嘅 charisma 啦，個 presentation 啦，講嘢嘅呢一個嘅語調咧，可唔可以引人入勝？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有一個嘅好大嘅問題出現咗咧，個節目就係變咗喺一個嘅passive 嘅一個嘅狀況啊！好彩嘅，你揾到個屌你老尾閪笨而歸山上嚟係嘛？即係講到屌你老母似塵塵作嘢都作得好撚好聽嘅。又誇大外套嘅，講撚到屌你老味喺冚家產啲鬼飛天遁地啊，係嘛？咁你聽起上嚟就覺得好撚過癮。你如果唔係撞正佢，咁啊撞正一個嘅撚樣嘅就係上嚟嘅時候咧，就係亂柒咁講，或者係講到拖泥上樹咧，咁你就會覺得就好冇癮，咁咪就會影響到呢一個收視，因為好係一個冇咗一個嘅主動性嘅呢個情況出嚟啦。
都好啦，咁啊，即係我亦都見過阿 Jam Doc Doc 啦，咁啊 Jam Doc Doc 就即係當時都佢亦都係租過我哋 MHK TV 嘅一個地方咧，做佢哋嘅呢一個嘅網台啦，係嘛？咁啊有呢一個嘅極度心寒啦，係嘛？有啲都市呢一個嘅恐怖一分鐘一粒鐘啦，係嘛？咁好多呢啲唔同嘅節目都係可以佢裏邊去做嘅。咁但係 Jam 咧，即係亦都好有趣喎，即係佢如果佢擺佢嘅一啲嘅節目 free 咗上呢一個嘅 YouTube 咧。咁亦都唔係話有咁多嘅一個嘅 kick view 啊、view 數啊咁樣嘅一個情況出現嘅。咁啊，但係咧，佢亦都可以 generate 一班好堅實嘅一啲嘅，會付費支持嘅一啲嘅網友咧，就係去睇佢嘅呢一個嘅節目。咁所以佢就唔 care 嘅嚇，佢根本公眾點樣睇佢嘅節目有幾多 kick view。He doesn't give a shit 係嘛？咁但係最緊要嘅就係佢付費會員咧睇到啊，嗰扎嘅付費會員咧就即係繼續佢支持咧，咁就 OK 嘅。咁所以佢嘅一個嘅打法，佢就唔夠 care 究竟吸唔吸到新嘅客，但係最緊要嘅咧就係自己一直咁多年裏面經營裏面累積咗落嚟嘅 die hard 嘅支持者咧，唔好甩數唔好走咗繼續支持，繼續供養佢咧，咁就一個嘅非常之開心啦。對我嚟講咧，咁我當然亦都認識啦，藍壽郎阿坡啦，咁阿坡就係一個嘅日本通，咁啊日本通阿坡咧，佢自己亦都有好多一啲嘅自己嘅一啲嘅channel 啊，講故事啊，亦都講日本嘅一啲嘅鬼故啊、都市傳說啊、兇殺案啊咁樣。咁大家如果知道咧，阿坡曾經亦都係加盟過 MHK，就做過一個叫做都市黑霧啦，係咪？咁啊，都市黑霧同埋一個嘅在晴朗的星空下解密啦，嗰啲陰謀論啦，都市傳說啦，係好多關於日本上面一啲嘅不可思議嘅一啲嘅議題啊，咁樣。咁其實咧，我斷估就應該都照計應該好多佢固有嘅一啲嘅網友可以帶到嚟我哋 MHK TV 裏面啦，咁樣。咁但係 to my surprise 咧，佢嗰啲堅實支持開阿坡或者喺D100 裏面有睇開阿坡嘅節目嘅朋友咧。咁又冇跟埋過嚟喎，咁所以佢啲 kick view 咧就即係都出奇地低啊，低到我覺得難以明白同埋去接受點解即係以阿坡碌咗網台咁耐，即係佢就算啦，佢吸唔到新客啦，咁佢舊嗰啲嘅網友都應該可以過嚟去睇佢嘅呢一個嘅節目啦，咁照計都唔會輸蝕得好緊要。咁但係有時甚至無一啲嘅 kick view 咧係1000都唔過，而家睇翻咧幾年之後啦，我睇翻個 YouTube 裏面累積嗰啲 kick view 咧。幾百啊嚇，唔過千啊，或者僅僅過千咁樣，咁呢啲基本上係即係對我哋嚟講係幾羞辱性嘅一種嘅一個嘅收視。咁如果阿坡同佢一齊拍檔嘅一個阿晴咧，咁我覺得其實幾有驚喜嘅。咁阿晴就即係講嘢好急啦，好快啦，咁有時就講嘢就都幾好笑。咁亦都有時咧就會狂爆粗啦。咁嗰啲爆粗程度咧就係用呢一個嘅。hilarious 啊，呢個字嚟形容啊，好爆笑嘅嚇，即係好有娛樂性嘅一個情況。咁但係亦都係即係吸引唔到觀眾去睇，咁我就即係覺得有少少就係可惜嘅，因為無論個題材啊，以阿坡嘅知名度啊，加埋阿晴嘅一種嘅 chemistry 啊，咁而衍生咗一種新嘅一種嘅 formula 啊，咁即係以另一種嘅 presentation 嘅方法去講鬼故、講兇案啊、講一啲嘅超自然現象嘅事。理論上應該都有一定嘅程度上面嘅支持者，咁但係奈何識貨嘅人咧就係少，中意嘅人咧就好中意，但係吸唔到一啲嘅新客，都令亦都係令到我都幾沮喪嘅，因為咧雖然阿坡同我就以一個合作形式即係以一個嘅收費會員互相拆數啊，但係我亦都有俾居馬費佢哋做保底嘅，咁啊到最後咧，即係佢哋依一個嘅節目咧，連居馬費我都係賺唔翻嚟，咁啊所以咧就好令我咧就有時會懷疑緊。究竟點解啲網友即係唔肯接受老一以外嘅一啲嘅朋友咧去做一啲嘅節目啦？咁當然我哋都好中意同阿大長君啦即係有時就同佢客串啊，有一個好短篇，做咗幾集十零集都唔知有冇啊。佢呢個節目就叫鬼叫你有義氣，因為大長君佢自己本身就喺加拿大翻香港嘅，咁亦都佢曾經有好多嘅一啲嘅撞鬼經驗。咁亦都佢因為做過一個地產嘅一個時候咧，咁亦都咧就係睇過好多嘅空宅啊，見過好多呢個鬼嘅鬼故啊。咁我老我同佢合作去拍檔嘅時候咧，咁我又覺得就即係幾暢順喎。咁同埋咧就即係可以咧就即係有一啲嘅特別嘅火花。咁我自己又幾中意鬼叫你有義氣啊，即係又有大長君同我一齊做節目嘅呢一個嘅組合啊。咁但係奈何啦，咁呢一個我亦都冇可能啊，即係同阿大長君一齊拍檔做咁多嘅一啲嘅節目，咁啊一個客串嘅形式，咁有少少嘅呢一個嘅驚喜咧，就俾咗一啲嘅網友。
乜當然，即係我覺得最撚爆笑同埋最撚一早就應該要 cut 鳩佢嘅一個節目咧，就叫做走下私人嘅呢一個嘅節目啦。咁啊，佢同埋呢一個嘅蒲兄弟咧，佢兩個可能喺度講鬼故咧，其實基本上咧就係鳩噏都乜，一早就應該要 cut 嘅啦。咁但係咧，我就唔知點解，我當時係我冇時間去監製呢個節目或者 watch out 嘅呢一個嘅節目啦。但我又覺得其實好撚有趣喎，即係以你兩個當笑話咁樣睇佢哋呢一個嘅節目咧，都其實就有佢特別嘅呢一個嘅地方。咁但係當然就係即係亦都吸唔到一啲新嘅一個嘅觀眾嚇。但係又都有奇怪咧，竟然有網友咧就 subscribe 佢哋嘅節目咧，就係睇嚇，即係去付費嘅。咁啊，所以百貨撞百客係嘛，即係你真係估佢唔到。咁但係始終啦即係碌咗咁耐，即係冇一個嘅節目咧。如果唔係老柯親自監製、親自去俾 input 或者親自去演繹埋嘅咧，好多呢啲節目咧真係做唔出嗰個依一個嘅效果出嚟。今日好啦，你攞曾經有一段嘅時間咧，即係將所有啲嘅講鬼故嘅節目嘅全部 ban 鳩晒，全部 ban 鳩晒嘅主要一個嘅原因咧，就係其中嘅一位嘅主持人啦，咁啊即係收電呢一個嘅茅山啦，係嘛？咁啊，亦都搞到我哋嘅其中一個嘅 operator 咧，就即係根據學茅山啊飲符水，咁我就覺得就好撚唔掂當啦嚇。咁同埋就亦都係即係知道佢有出邊咧，就幫啲網友去捉鬼啊、睇家宅啊咁樣。咁我就會覺得個事態就好撚嚴重啊。個原因係點解咧？如果我個 platform 俾你哋去出去揾食，或者係利用我哋嘅 platform 收一啲嘅網友做弟子。交老毛，跟你學茅山飲符水，咁啊，如果聽你嘅 advice，即係亂鳩咁捉鬼啊，又或者擺陣啊，又或者收錢啊，屌你老味閪，睇風水啊，揾陰宅啊、陽宅啊，如此類推咧，咁我自己就會覺得咧，即係第一，你借咗我個台去甩水啦，係嘛？第二，咁我哋都覺得咧，有好大嘅 possibility 咧，即係如果你老撚點人嘅情況之下咧，咁我哋個台唔多唔少都孭上一啲嘅責任啊。咁所以咧，即係我自己就知道有咁嘅情況之後咧，就唔想我導人迷信。嗱，講真，聽鬼故只係我希望以一個嘅娛樂性嘅一個嘅角度去出發。我知道好多嘅網友咧，都係可能會翻夜班乜然後放咗工嘅時候翻去睇下收音機啊、電視台啊、YouTube 啊，有冇啲乜撚嘢睇啊嗰陣時。不過如果你真係話見到有咁多啲嘅講鬼故嘅節目咧，咁其實喺夜晚嘅時候咧，夜闌人靜啊，聽下鬼故啊，食住啊。一個嘅出前一丁啊，都無可厚非嘅。咁但係如果你聽耐咗嚇，一間又話咩撚嘢學茅山，又話屌你咩拜師傅，一間又話捉鬼，一間飲符水，咁我覺得就即係超出咗我忍耐嘅能力以外，同埋我覺得呢啲已經係變咗導人迷信啊。咁如果一個網台裏面導人迷信咧，咁我就覺得即係輕則係嘛，令到網友輸錢。重則令到網友屌你咩做埋啲戇鳩嘢，然後搞出人命啊，影響健康啊，危害啊，因為人身安全啊，咁我就絕對就係唔撚可以就係容許嘅。咁所以咧，有見及此咧，就係所有呢啲嘅講鬼故嘅節目，到後尾咧即係因為條喺 MHK 裏邊有一個叫猛鬼頻道，咁其實就係 ban 鳩咗。咁啊，留翻一啲譬如一啲即係我信得過嘅一啲嘅節目主持人咧，就係繼續咧就喺個台裏邊咧就做一啲關於講下靈異啊、都市傳說啦。咁亦都係借住一切嘅法科師傅咧，就係上我依個節目咧，就係做開台啊、做節目啊，又或者俾佢揾啲機會揾啲法科師傅上嚟鳩噏啊，咁嗰啲係完全係已經係唔可以咧，就係再喺我台裏邊咧就係出現啊，或者係依一個嘅容許。咁你話講開鬼故咧，咁當然我哋都好懷念啊，猛鬼 Ann 啦，因為猛鬼 Ann 有好 nice 一個嘅女士啊，好陰聲細氣係嘛？你都知道佢都後生嘅時一定係好靚女嘅，如果唔係澳門猛人啦，都唔會揾佢做老婆啦，係咪先？原來佢個後台咁撚勁嘅，澳門猛人咧，即係都曾經係佢嘅一個嘅老公嚟嘅，咁啊。後尾我都知道佢咧就已經係有一個嘅病嘅，咁而佢同我講啊，其實我都醫緊病㗎，咁但係我就好想我個拍檔都有地方去做節目，咁老王，咁如果帶我拍檔嚟做，咁然後有時候睇醫生啊，唔舒服啊，病嘅時候咧，咁我個拍檔都可以頂住，咁唔知你介唔介意咧咁樣，但係當時第一我對拍檔就唔撚認識啦，第二就係亦都尊重阿 N 嘅呢一個嘅意願啦。咁第三咁亦都係因為咧，即係當時就係求財若渴，係嘛？同埋咧就係要好多嘅節目，即係希望壯大個台嘅一個聲勢。咁當時就當然係應承咗 N 姐啦。
咁但係後尾嘅時間呢，個 N 姐就已經係身體好虛弱，咁啊一定要醫病，咁亦都係缺席咗呢一個嘅參與網台上面嘅呢一個嘅製作啦。咁而阿 N 姐亦都到最後呢，就係殺手雲殘，係嘛，不敵呢一個嘅癌病，咁啊離開咗。咁我仲好記得當時係星期五嚟㗎，星期五呢就佢就有 service。不過就喺馬交，咁我就擺低咗啲手上面嘅工作咧，一完咗事咧，咁我就即刻就去馬交裏邊咧，就係參與佢嘅呢一個嘅 funeral service。咁喺整體嘅呢一個嘅過程裏邊咧，我都百感交集啊，即係搞個台，原來個台即係可以認識咁多嘅人，而開始亦都有一啲嘅，譬如網友啊，甚至乎節目主持人咧，就係原來會突然之間就離世，感覺到嗰個生命嗰種嘅脆弱啊。同埋咧，即係咁熟悉嘅人，個個禮拜見到佢，突然之間聽到佢病嚇，好短時間之後佢就離開呢一個世界嚇走咗，咁仍然感覺到即係正中陰陽院在啊，係嘛？咁突然之間就佢已經係離世，咁所以嗰個無奈感啦嚇，即係覺得世事好無常啦，同埋即係似乎同佢合作個過程裏邊。都仲有應該好多個 opportunity 可以去繼續嘅時候咧，就感覺到原來即係噹一聲就中斷咗。咁只可以講就係大家嘅緣分係嘛，即係原來都有賞味期限嚇，亦都有完結之時。咁所以咧，有時即係希望每一個朋友都結得都善緣。咁而緣分過去完咗嘅時候咧，咁啊希望大家每一個緣分咧都係可以可今回味係嘛？希望啊，就係諗起上嚟嘅時候，唔好講話甜絲絲啊，但係起碼都有一啲嘅回響，有啲嘅諗法嚇，懷念故人嘅時候，即係都充滿一啲正面嘅一啲嘅回憶。咁啊，希望啊，大家就千祈唔好因為嚇，即係某一啲嘅睇法啊，大家就即係分手啊，或者口出惡言啊，互相抹面啊。即係大家唔再即係好言相勸啊，話咁即係英文啲嚟講就係 living in a bad terms，咁啊嘢都係唔係幾好。咁啊慶幸啦，即係同阿 N 姐一合作裏面，即係充滿好多嘅一啲嘅回憶，係嘛？咁啊亦都每個禮拜四即係當佢上嚟嘅時候，咁啊見到佢都係佢笑口噬噬嘅，好禮貌嘅。好 decent 一個嘅女人，唔該前唔該後，譬如有時我俾啲水佢飲啊，咁佢又覺得多謝前啊，多謝後啊，咁又見到我特登留嘢等佢上嚟啊，做節目我先走啊，咁佢亦都係即係好感激我啊，多謝你支持啊，咁即係有呢啲咁嘅互動喺度。咁但係當然我亦都當時實在太忙碌啦，即係有咁多嘅台要財務要處理，咁亦都未必我集集都聽得到佢嘅呢一個嘅節目嘅，咁但係好。開心嘅咧就喺 NJ 知道我開台嘅時候咧，佢肯咧就同我哋咧就係做節目嘅，咁啊即係而壯大我哋嘅呢一個嘅節目嘅呢一個陣容啦，各方面嘅嘢。咁啊，噥一聲，咁啊去咗咁多年啦嚇，咁啊都冇辦法係嘛，即係時間催人，估唔到咧嚇，除咗而家即係陰陽永隔之外咧，咁亦都係同時之間我哋都係身處外地，亦都唔喺呢一個嘅香港。世事嘅變化同埋無常咧，實在有時咧就超出大家嘅呢一個嘅預知嘅範圍以內。咁好啦，咁啊，你話喂老王，咁你講鬼故，你自己本身有冇啲咩特別嘅心法啊、心得啊咁樣？點解你講鬼故又好撚吸引咧？咁樣我又唔知點解大家覺得我講鬼故好撚吸引喎。咁我最主要嘅一樣嘢咧，我唔介意同大家分享我講鬼故嗰個嘅模式或者係 formula 嘅。其实我唔会记得每一个鬼故里边嘅咁 detail 发生过啲咩嘅嘢，我尽量去忘记嗰啲嘅细节位，因为如果你好即系 focus 喺个细节位里边嘅情况之下咧，你就会将整体嘅呢一个嘅趣味性咧，就可能咧就减少咗。我最紧要知道喺边度发生呢个事件前因后果，OK。鬼故里边大概系一啲咩嘅呢个故事啊、经历啊咁左右，咁而喺成件事里边有冇啲乜嘢嘅 insight 喺件事件里边咧，就可以 draw 到出嚟 learning 嘅，系嘛？点解人会成全呢啲咁嘅鬼故啊？点解去撞鬼啊？如此类推。咁而我跟住要做嘅咧，就系将我知道嘅嘢咧，喺我嘅脑海里边咧，我砌一个 storyboard 出嚟。呢个 storyboard 里边咧，就系如果我要将呢一个嘅故仔拍咗一部嘅电影。啲分鏡啊、安排啊，係會點樣去做？咁好啦，咁而我最緊要一樣嘢就係話，我有一啲嘅情況咧，係我創作咗出嚟，又或者呢一個嘅鬼故，同係講即係呢一個辮子姑娘，
點解老我講得係特別有趣？咁其他人講得個悶蛋，咁當然亦都係加雜咗一啲嘅創作嘅元素落去。咁而我好奉行一樣嘢嘅咧，就是、我覺得當時喺香港，當年我長大嘅時候喺香港嘅港產片咧拍嘅呢啲嘅鬼片咧，實在咧就係喺亞洲裏邊咧就係別樹一次。日本嘅鬼故當然嚇，即係啲節奏啊，好撚緩慢啦、啊，係好撚陰濕啊，可怖啊，打啲嘅燈光啊，鬼嘅呢啲嘅造型啊，嚇、啊、嗰種嘅恐怖嘅程度啊，就有獨特嘅一種東洋風，咁佢獨特嘅一個嘅風格。泰國嘅亦都係有一種嘅好陰邪啊，古靈精怪東南亞巫咒啊，驚嚇嘅程度啊，恐怖嘅鬼啊，咁樣就令到你會好驚嘅，有一個獨特嘅泰國嗰個泰國風。咁啊，韓國嗰啲嘅，譬如我睇嗰啲韓國片嘅鬼故咧，就係核突啊、殘忍啊、血腥嘅依樣居多。咁但係依一個，我又覺得唔夠獨特性。個原因係點解呢？因為好多人都係借喺個視覺嘅效果裏面去執著嘅時候咧，你就會忽略咗佢自己本身嗰個嘅 character 同埋個 personality 啊，個通氣 manner 出嚟。咁我就繼承咗即係喺香港裏面睇嗰啲鬼片裏面對我嘅 inspiration。嗱，驚還驚，一定要搞笑。咁你搞笑唔係咁撚多人都識做噶嘛？即係我成日都覺得高等嘅生物就係識得笑，更加高等嘅生物就係識得搞笑。你揾個低智商嘅人識唔識？屌你咪講鬼故，或者講講笑話，令撚到你笑啊，係唔撚得噶嘛？但有啲低智商嘅，亦都係 catch up 唔到你嗰個嘅笑話，亦都唔撚識笑噶嘛。咁所以識聽笑話嘅人，或者係識笑嘅人咧，就係高智慧嘅。能夠講到笑話，令到你笑就更加高智慧。咁所以依一個嘅門檻咧，加入咗個鬼故裏面，再 on top 咧，就冇人唔可以模仿得到，就可以只此一家啦。咁所以我嘅 formulation 就係本土啊，即係有一定程度上面嘅恐怖程度喺我創作嘅過程裏面，或者個演繹嘅過程點可以 emphasize 佢，繪形繪色，令到大家好似睇 storyboard 咁樣啲鏡頭啊、分鏡啊。我講嘅時候用文字同埋用我嘅語言咧，喺你嘅腦海裏邊咧 generate 咗一幅一幅一幅嘅依一個嘅圖畫，但係同時之間咧，我要加入咗大量嘅本土元素、香港元素同埋搞笑嘅元素，成件嘢摷起上嚟嘅時候又笑又驚，咁依一個就係我一個嘅 formulation 出咗嚟啦。咁套用翻我就算去到曼谷嘅時候，咁我一樣可以用翻類似依一個嘅 formula， 係嘛？去實景去揾人哋嘅鬼故。啊、即係攞到真實嘅一啲嘅驚恐嘅嘢，然後將佢誇大，加入我哋用港產片拍攝嘅一種嘅形式去講鬼故嘅情況之下，令到大家笑住嚟驚，驚住嚟笑，咁呢一個就係攞嘅一個講鬼故嘅呢一個嘅特色。咁亦都咧就係即係同香港嘅網友啊，或者海外裏邊嘅香港嘅網友聽起上嚟咧，就更加咧就有呢一個嘅趣味性。好多嘅朋友咧喺海外裏面咧，有時候我喺温哥華裏面去啲餐館啊食飯啊，好多啲 waitress 啊，咁亦都認得我，咁就即係知道啊，老啊，你快啲上鬼故啦，可唔可以唔好咁耐，要上一集啊咁樣。咁我其實知道咧，即係如果我繼續嚇、啊，即係撇除曬嗰啲論證節目啊，我俾心機嚇、啊、做下呢一個嘅奇案啊，做下講鬼故啊，講下一啲嘅連環首期，或者係講下一啲世界各地未破一啲嘅懸案咧，其實我咬住呢四樣嘢嚟做咧，其實我可能我比而家嘅一個 achievement 咧係更加大嘅。咁但係咧，大家要記住嚇、啊，即係而家仍然打仗艱難時期，係嘛？我哋香港人即係唔係淨係要風花雪月聽鬼故，功能上面嘅刺激，我哋其實都要有一個嘅良心嘅認知啦。對事態的批判啦、評論啦、去思考啦、去分析啦，呢、這個亦都係希望老汪喺我哋嘅台裏邊咧，繼續去堅持要執行嘅一啲嘅情況嚟。咁啊，所以嚇、啊、有見及此嚇、啊，仍然個比重都會擺多啲喺時事評論啊、發泄式嘅啊，幫大家去為民發聲啊，喺呢一方面裏邊我去做多啲。咁而講鬼故啊、奇案啊、懸案啦、啊，希望一個禮拜裏邊咧，起碼都 at least 出咗一條兩條俾大家嚇。就是、頂住忍先，咁啊做得多，我自己都冇忍啦，係嘛？貴精不貴多，係嘛？好食嘅嘢嚇，貪多著不爛，係嘛？到時你就可能就未必咁珍惜噶啦。尤其是當我自己係嘛，即係如果即係我自己都希望啊，即係做起上嚟嘅時候特別起勁嚇、啊，即係唔好諗住為做而做啊，做到滑咗牙。咁每一集嘅鬼故又好，奇案又好，刑環首期又好嚇、啊，我發掘一啲我自己喜歡嘅題材。越做越起勁，你聽起上嚟就更加過癮，你就係咪？
好啦，咁今日嘅呢一个嘅舌到空虚十年血泪史咧，今日就短啲吓、啊，就告一段落吓、啊，因为咧啱啱啊翻嚟喺呢一个嘅温哥华，好多嘢都要做，咁啊要还下啲嘅片债啊，各方面嘅嘢，咁又唔咁侵气啦，都唔咁负累啦，咁就希望啊大家吓、啊、继续捧场我哋。支持我哋嘅節目，咁如果你哋好中意聽老惡講鬼故啊，或者其他嘅一啲嘅都市傳說啊，嚇刑環首期啊，喺各方面嘅一啲嘅節目咧，多啲支持我哋，咁我盡量喺呢啲節目裏邊咧嚇搞笑之餘咧，可能就減少啲嘅粗口，等大家咧就雅俗共賞，咁亦都可以咧就係分享俾多啲嚇，未必係聽開 MHKTV 嗰啲咁激烈評論嘅時事節目嘅老友記咧，嚇或者係一啲嘅比較係唔好話道德撚啦、政治潔癖或者粗口潔癖嘅人咧，都可以睇到我哋嘅呢一個嘅節目。咁啊，多謝大家嘅支持，我會繼續努力，係嘛？咁啊，今集無私分享嚇我講鬼故攞講鬼故嘅一個嘅 formula， 一個 formulation 講緊咗俾你聽嚇，你都未必識做。因為啊，仲要睇下你係咪高等生物，識唔識搞笑，係嘛？嚇、啊，即係呢一樣嘢就最緊要，所以都係見到尾燈啊，當你贏啊。OK， 咁啊，於咁啊，稍後時間再同大家喺呢一個嘅舌到空虛十年血淚史，再同大家去分享我過往嘅一啲嘅經歷。拜拜。啲神秘而科學又無法解釋嘅事物，特別有興趣。究竟鬼神之说是不是存在的呢？逢星期四晚上10点至11点半，主持 NQ 潘发光师傅带大家踏通这条猛鬼频道。Hello， 大家好。Hey，Hello， 大家好，大家好。今日真系有人同我打招呼咯喎。啊，真係 hello 大家好啊！嗱，咁又好快又星期四咯喎，係嘛？嗱，都係嗰啲啦，係咁依都要講兩句啦。嗯，我覺得我又睇過 email 啦，即係我間中我哋都會有 check 嘅。咁咧個 Ghost Channel 啦 ，at 咩啊 ？at MIHK.TV 咧，就咧嗰個 email 咧就長期咧就都冇乜嘢信嘅，我又唔係好知打開信箱就內裏得一片迷茫，咁唔知點解你哋係咁孤寒啦，係咪？當然啦，但我哋有封煙喎。係有封煙，係當然啦。好，我哋讀一讀個電話俾你聽啦，你哋都可以再打嚟嘅。而家由而家開始一路打到11点半，等你電話。OK， 3461。9152噶，系啦，咁樣咧，我哋有老花喎，咁遠都睇到。有，其實有啲啊，因為有背過下噶，係咯。咁樣咧，嗱，而家咧就見到我身邊咧有位靚女啦，就係我哋今日嘅嘉賓，係咪啊？係啦，咁啊 ，Ann， 麻煩你介紹一下，我哋比較怕醜。O K， 係啦，君，你怕醜？咁愕然咁嘅樣，有冇搞錯？見到你面紅。係啊，見到我面紅啊，咁都知啦，唔係真係怕醜嘅，都係。太近啦，系啦，咁啊都好啦，系嘛，整個咁好簽嘅，我坐得咁近啊，咁都有啲榮幸。分俾個位你坐。系啦，咁啊，真係唔話得嘅，講真一句，咁講靈異咧，係嘛，咁咧又有啲咁嘅啊，點啊，著數啊？靈異著數點啊？靈異著數啊？係咯，講靈異有著數啊嗱，因為。佢醒俾我坐隔離咯。OK， 嗱咁啊，碧君係嘛？咁你就好似你都有好多經歷喺度嘅喎，係嘛？即係有啲㗎。一生唔係我講一生人講到好似好老咁啊。即係話講你由細到大係咪都有啲？其實碧君喺細個嗰時咧，同喺娛樂圈都有少少關係。係啊，哇！咁即係娛樂圈嘅人嚟嘅咩？係啊。哇嚇！咦，睇嘅真係有呢啲咁嘅嚇。可以做到的真的是你估下是什么是什么什么你估下不敢估啊女人嘢咧，我唔敢估嘅，真係好驚嚇。唔係，直頭問噶潘師傅，唔使估嘅。係啦，唔使問嘅。點解幾豪華咁啊？係嘛？間講咩 ？O K。唔係，其實我嗰陣時咧就有少少淵源啫。嗰個淵源就係咩？幕後化妝。如果步向即今日嚟計算咧，你如果今日如果大家冇付費過啦，如果付費的話咧，就已經可以睇到過去一季座情龍的星空解密兩季嘅座都市黑霧啦，同埋因為俾咗啊嘛，亦都三句有係都可以睇埋都市黑霧三嘅。
好，咁就仲可以入少少提先至去講呢一個個案，咁啊先預告個案個名啊。咁預告個名咧就姑且咁叫啫，係叫做《從地圖消失的村莊》集呢個杉澤村傳說，就係咁樣，即係完全喺地球上地圖上消失咗嗰條村莊。點解會無端端消失嘅咧？係咪 Google Map 失靈咧？世界上有咩會消失嘅咧？其實係真係廢村嘅嗱，正所謂咧廢村，我諗大家都唔常聽到啦。廢佬會成日聽到咧，樣嘢都越會廢青都會有嘅，有時即係你話嗰個廢佬，跟個廢佬話翻嚟廢青啦咁樣噶嘛。係啊，所以廢青同廢佬基本上都比較易遇到嘅，但係廢村呢方面就比較即係比較少啦，係咪應該係？冇錯。有冇啲咩咁樣嘅類似咁嘅例子㗎？世界上係有咁，譬如喺我哋香港都有啦，就好似大埔六鄉里咧，大家點解嗰個明明六棟堂咯？點解叫六鄉里咧？咁係咪全部都係鄉里咁樣咧？其實原來咧，佢哋係以前咧起依個水塘嘅時候咧，政府即係英國政府咧，你知啦，英國嚇政府就啊罔顧民生啊，即係唔理市民死活噶嘛，亦都唔理人哋咩噶嘛。咁於是同人講：喂，你條村個户外起水塘好正喎，我浸鳩曬啲祠堂啊、墳墓啊、祖墳啊咁樣。啊，你哋走啦咁樣，就將佢哋遷徙咗去大埔六鄉里嘅。咁當時嘅六條村莊嘅村民嚟嘅。我真係唔知喎呢一樣嘢。咁但係講少少於先再入題啦。嗱，咁就係話呢一個咁樣嘅叫做咧杉澤村嘅呢個傳說咧係點樣？咁就背景啦，真要講少少背景咧，就背後咧就同一啲叫做真實嘅殺人事件有關啦，或者係廢村有咩狀況嘅廢村第一係搬走曬啦，係咪？第二仲有啲咩第二就係成條村啲人都係廢人啦，咁就即係廢人，正所謂即係頭先我哋講咗好多次嘅就係單身狗冇後代啊嘛。咁身為廢人，通常好難溝女嘅。咁你唔係偷啊鬼變搶嘅話，咁樣你又溝唔到女，因為冇後代，咁啊成條村自然就慢慢老死，咁就即係廢荒廢冇咗咯。你的屍體那度是恐怖一啫。其實我諗我殺個屍體嘅，殺個老公嗰陣時都恐怖嘅，因為你會想下，即係兩個人一個受咗咁多嘅冤屈，老公出面有女人又成成，即係長期當個工人咁樣洗得不如，係嘛？咁跟住啲冤屈氣咧就無處發泄，到最後殺佢攞滾水滾足淥佢，而個老公係仲一段時間未死。咁我覺得喺嗰個 moment 就係個六太太同個受害人當中裏邊仲一段長時間嘅 interaction 咧，其實挺恐怖，即係你見到佢開始腫脹啊，啲面皮膚起泡啊，又嗌痛啊，又未死得啊，咁究竟其實件事已經發生緊到點咧？真係好難講。佢揾滾足碌碌親佢之餘咧，佢曾經有段同佢鬆綁，因為佢叫咗佢阿叔嚟打劫佢啊嘛。咁同佢鬆綁之後咧，那個男嘅死者咧係揾個電飯煲打嗰個女人嘅。係個女人就攬條孭帶啊，即係都係一啲好女性嘅。用品啦嚇，孭仔嗰啲孭帶就勒死咗佢咁樣嘅，又同佢敷藥症嘅，好似好呢啲係個細節係咁樣啦嚇，係一個好長嘅時間。咁但係而家即係喺嗰班空宅咧，嗰個單位咧亦都係不停去放租。咁我諗佢都其實業主都有著數，因為你可以放俾啲外籍人士啊嘛。好似聽講話有個。阿叉住過，住過好多年添。係啊係啊，因為冇問題嘅喎，直情係。佢哋真係冇問題喎。又唔感覺到有啲咩嘅嘢，咁但係喺回報上面會係點樣？回報啊，咁多年咯，都乜都抵翻曬㗎啦，冇蝕㗎啦。係嘛？回報都係會差少少嘅咋，但如果而家咩嘢都有人住啦。係係，分分鐘租出去，以前如果係租盤出去，佢有冇租唔咗五厘定七厘嘅？我諗比市價少翻三四厘到啦。三四厘啊，係啊。